家好，我是庄小爱。前两天我跟我表姐视频，她说现在国内好热呀，她已经晒黑了，还说我很白。其实呢，我也只是中国人的普通肤色，只是因为在英国待得很久，相对来说晒的太阳也比较少，所以看起来白一点。说到白，但同学们知道夸人你好白用英文怎么说吗？在英国，你要是想夸一个人皮肤白的话，千万不要说 you're so white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 you're so white 是在说这个人表现得很白人化，是贬义的刻板印象里的白人。刻板印象里的白人是无知、傲慢、精英主义者、无知等等负面形象。那是说他们是 pale 或者 pasty 呢？也不行，因为说 pale pasty 是说不健康、没有血白的苍白，就是说起来他们看起来是病了。如果真的想夸一个人皮肤白的话，那最保险的就是说 light skin 或者 fair skin。 不过我不建议这么夸人，在我们中国相信没有哪个小姐姐不喜欢被夸白，但是欧美是个很多元人种的社会，肤色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话题。比如说很多人就爱特意晒成棕色，觉得这是健康的美。我建议如果想要夸一个人皮肤好的话，可以说 radiant 亮、 clear 干净，就是没有痘痘、黑头等等，或者 beautiful complexion 美丽的自然肤色。总结起来来说，除非你准确地知道对方的肤色喜好，尽量不要随便夸人你好白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订阅关注，下次再见啦，开饭了。